大家好，我是参三跟曾怡心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也即将毕业了。在这边，我要感谢所有的科任老师，以及班导罗明老师，还有同学与朋友们。谢谢科任老师这3年以来细心的教导，让我们学会了许多新知识以及烹调技巧。也感谢罗明老师3年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最后，感谢所有的同学与朋友3年的陪伴。祝大家展翅高飞，心想事成，步步高升。谢谢大家。